几千块，可是每次讲的都跟他一个月薪水一样，没有，因为他上来台北工作，他要付房租，然后生活费，其实你的薪水如果这个月直接从你的薪水扣掉五千块好了，你在台北好过吗？不好过吧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决定号权分歧，肉偿。好啦，你肉偿好了啦，老板让你肉偿啊，看你是要付出你的肉体给老板多少。肉偿。